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永久产权公寓小区内类似小别墅单位。它有宏伟的挑高天花板，配有两个私人停车位，四间宽敞的卧室，一个舒适的家庭区和一个佣人房。与有地住宅类似，它还有一个宜人的户外空间和私人泳池。这套房子其中要点是，小区的侧门直接通向地铁站入口处。这意味着地铁就似乎停在您家门口。试想想，您可以方便地乘坐地铁直达滨海湾、中央商务区、滨海花园、五级之马、唐人街、乌节路和其他许多著名地标。最棒的是，作为外国人或永久居民，您购买此房产无需申请批准。而且将来你也可以将其出售给任何人，包括外国人、永久居民和新加坡公民。潜能甚至比有地房产还高。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感兴趣，请尽快与我联系。这是我在这个绝佳位置所拥有的最后一套优质住宅，一旦售出后就很难找到类似的房子了。您可以随时致电我的手机 9697-1131， 我们可以详谈。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军，在房产界已驰骋近20年。希望有缘为您服务，谢谢。